我哋側切，明唔明白？側切過去，然後上籃。成套動作就係當我帶住個波上籃，壓一二，我哋係向一向個身向嗰邊嘅啫，衝到埋嚟，壓一二上籃。得唔得？右手嘅反手上篮。另外一个技巧咧，就系、是、我哋可以用 Euro Step， 我哋系用核心嘅 Euro Step。今日我想嚟教你呢、这、一个，睇住成个动作就系咁。OK， 推压上篮。明白，就算你站在中间这个位置，本身你快过我一点了，你快过我一点 set up 对着我的了，我们拍下去压上篮。明明白，你都可以转向，好容易呃到一个人嘅。今日我哋就系想讲呢个核心 Euro Step。核心嘅 Euro Step 咧，记住，人必须要防守者喺前边。我哋个目的就系引佢觉得我哋向左边上篮，然后我哋会活用翻012嘅规则，用左边上篮，然后弹过嚟右边去翻上篮，用左右左嘅步伐。明明嗱，你试下做，试下，你两个试下做，拍波，拍波 ，cross， 嗱冇乜力，发唔发觉？是嘅，系啊，因为你用唔到核心，用咗重心。嗱，再睇一次，再试多球咯。你成日都用到重心。右边，右少少位置，系高。系啦，点解咧？就因为你变咗要停咯。我哋唔使停嘅，首先第一步早少少，唔好用重心，记住拍波压，用核心压落去。核心压落去嘅时候，你左脚就会弹去另一边。我哋是反向打，不是向这边，我哋側切，明唔明白？側切过去，然后上篮。成套动作就是当我带住个波上篮，压一二，我哋是向一向个身向嗰边嘅啫，冲到埋嚟，压一二上篮。看不到。
冲埋去。啊 ，OK 嘅，嗱，整个动作好靓，好有力，佢已经呆咗嘅，冇拍波啦。冇拍波。你冇拍波就变咗完美嘅三步，加埋你 pick up 第一下，你就是四步走啦。哎，但系现阶段咧，应该吹唔到你嘅。应该吹不到你的，因为都大家不是说很惯，但你刚刚我那个呢就一定不走步。我看多次拍波推压放，是推到这里，是压过去，我们是在这里的时候用个核心压向人和波一起压过左边反弹回来上篮，用核心的一定。如果你用重心呢，你的力量会走在膝头哥那里。明白吗？再来试一下 Go。 不是拍波，这下吃在膝头哥那里，其实这个你应该同的，你压下去拍波，其实看一次，我们是推压波和脚是一起下去的，推向这边，是啊，我们推向左边回来，右左左右左 total， 明白吗？拍波和 EO step 一起做，是啦， good，明白嗎？再來，再來試一下，不慌不忍，不要緊，我都會炒練熟它，再來，是啦，推過去轉左 Good， 飞唔飞到？哦，系啊！你试一样嘢就系唔好拔拔咁样做，我哋系咁样嘅，推前压放篮，其实轻轻一个动作已经压开佢，因为你是一个高速的状态。咁我系点样卜卜啊？听唔到？我系点啊？哦，你啱啱卜卜就系咁样。明唔明？即系你绝招嘅起势个起手式，即系一下啫，唔好做。唔系你推前，我哋快攻嘅时候，我哋系推前噶嘛，然后压放篮。得唔得？试下做埋呢球有。推斜，已经中场会好啲，跑快啲。系推压，系 good。一个假动作，其实已经够你一个上篮嘅空间，因为佢俾你压咗，在这么高速的情况之下，压一压他没力跳，你已经吃了整个上篮位。记住 ,Evo Step 不应该停低，但你没有停过，没有减速的。是啊，是啊，是啊，大家去欧洲都要落机买东西，现在没得飞嘛，大家都不会停的。难夹。好了，今天呢豪哥系列呢就是我們阿豪哥呢參與教學片的最後一集了。就多謝阿豪啦，在這幾年跟我們一起這麼努力去拍教學片，都真的辛苦阿豪
咁耐幫我哋手，有咩感覺啊？拍咗咁耐，啊，好開心啊！我都學到嘢啊！但係好多網友咧，成日覺得咧，就會話啦，啊，阿豪同 CM 跟咗我咁耐，好似冇乜進步咁。唔係啊，進步好多嘅。即係其實如果一個練習咧，會進步到好多嘅人咧，係唔使練習嘅。都有練習。即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啫，佢一聽完，哦咁做啫嘛，即係當自己打緊機咁啊。唔係嘅，有好多概念啊、力量啊，都係一啲好新嘅嘢嚟嘅。我認為咧，阿豪咧天分係高嘅，經驗少啫。即係成日都覺得阿豪呢啲有力量有彈性，係冇乜膽，同埋唔識射啦。咁啊，學到好多嘢啦！仲有冇啊？仲有冇令你好開心啊？仲有冇啲咩感想啊？希望可以再拍咯。阿豪因為做嘢關係，佢會暫別我哋噶啦，好唔好啊？咁啊，希望阿豪繼續努力，可以繼續打籃球啊！有機會再同阿豪拍過。嗯，好冇？好，有冇谂过揾边个代理个位啊？真系唔知啊，系，叫女朋友嚟啊，系，睇下边个想代阿豪啦，你话俾我听，好冇？辛苦晒，迟啲送翻份礼物俾你啊 ，OK， 多谢晒，好，豪哥嚟啦，埋差，交俾你，今日赢，赢，好。我今天有幫手啦，叫阿豪啊 ，OK， 好啦，嗱，我哋用邊隻手去噶？第二個，哦，第二個都係真噶，再嚟阿豪，準備，係啦，Go， 係。完美的演绎啦，冇夹噶，完美的演绎。右手動作 good shot， 右手動作力量是左手壓 good shot， 是不是開始很穩定壓 top 是啊壓 top good， 哎呀入再來壓 top good 壓是 good。What is loving?